骨啊，佢係嘛？其實我都有創咗係唔同啲落嚟。等陣啊，我等阿Vivian拍低先，好。請你介紹下自己啊，不如。我姓楊嘅，同我一樣。同我一樣，好。O K。我你幾多歲啊？我72歲。72歲。好，你而家係隻手咩事咧？打波打咁耐。打排球，打籃球。我哋靜少少啊，因為我都拍緊嚇。睇咗好多次醫生啦。好，嗱，不如我處理你呢個位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佢咧隻手一遞起咧，佢鎖骨呢個位咧就會有痛。咁好啦，你而家摸唔摸到？你呢一個位嗰個温度同隔離左右係有少少分別啊，你摸下。差唔多。差唔多，好啦，嗱，你摸你呢一個位個温度。同你側邊咧係有少少分別嘅，你呢個位低低温啲嘅，你呢個位有少少暖嘅，唔係熱係暖。咁如果咧嗰個位置暖，即係咩意思咧？有發炎。咁有發炎咧係用乜嘢咧？有發炎指數咧，婆婆啊，聽住先嚇，等陣你可以學多啲嚇。有發炎就要用醫藥。嗱，因為咧我真係講一次，我要趕住走噶啦。咁所以變咗大家專心啲，聽完之後你翻去自己應用翻喺自己嘅身體，好冇？咁我唔會再講第二次咁多啦。好，有發炎，因為佢摸落去嘅時候點樣處理發炎呢？摸落去佢嗰個皮膚同佢隔離左右，你當三寸左右啦，嗰、那個温度有相差就係有發炎，自己手都摸到嘅。有發炎嘅情況貼喺邊度呢？全部貼喺頸椎。貼喺頸椎，你全身咧都可以消炎嘅。好，因為我呢個位我要佢有個痛。好，你而家遞起手，遞起手先。好，邊個位痛？好，我要好大力撳落去，你記住呢個痛，得唔得？係咪呢度？邊個位？水近。好，佢你遞起手先覺得痛嘅係咪？好。呢、这個位置是不是好，我想問你是呢隻手指定呢隻手指，因為你呢度兩點。呢隻手指。OK， 好，你呢隻手指，咁佢篤住俾你，跟住你就黐落去。好，啡色嘅貼係黐喺痛嗰個位置，然後我有一樣啦，順時針方向。順時針方向即係咩咧？嗱，順時針咧，我計嘅順時針呢度又得，呢度又得，呢度又得，呢度得。邊個位置開始東南西北開始唔緊要嘅。最重要是順住嗰個順時針咁樣行，所以究竟係12點、3點、6點開始唔緊要，總之我記得我邊一點開始，我最尾嗰一點就先行4點先，明白嗎？好，而家我貼咗之後，你飲杯水啊，麻煩你。好，唔該。好，慢慢飲，唔好逐親。飲水會唔會嗰個位痛啊？唔會，係遞起手嗰一下。遞起手嗰一下痛過。好，佢飲完杯水啦，我就可以即刻撳佢呢個位。好，麻煩你遞翻起隻手。因為佢遞起隻手嗰下先會痛。好，你而家用下你自己用另外一隻手去撳下你呢一個位，個痛有冇少到？好似差唔多。冇少到一樣。好，冇少到，我哋就將佢轉去三點方向。好，轉去三點方向咧，同樣地距離一個貼片嘅位置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距離一個貼片嘅位置等幾耐啊？記唔記得？15秒，冇錯啦，就係、是。所以其實我轉曬四個位，如果我唔使解釋咧，真係兩分鐘內解決咗個問題啦。不過我而家要解釋埋俾你哋知道啦，咁所以會拖長咗時間。好啦，而家15秒啦，你又再撳一撳你個位，你同樣地要遞起手，你先知道自己痛定唔痛。
有冇少到？都一樣有痛，係咪？好，咁即係呢個位未啱，我再轉多一個落去六點鐘方向，係啦，咁樣向下就六點鐘方向，同樣地都係等十五秒，啊，十五秒。咁跟住咧，你就係轉，點解咧？當我揾啱嗰個位咧，其實佢就係阻擋咗你血氣流量過嚟衝擊嗰個位置，同埋同一時間你喺度轉位嘅時候，佢增加嗰個細胞嚟到嗰個位置做修復嘅。好，而家你又試下。都係差唔多。差唔多，係好。咁我就再轉去九點鐘方向，跟住你飲杯水。你平時飲得多唔多水嘅？唔飲水嗱，唔飲水嘅朋友咧，唔係飲水嘅朋友咧，第一杯水係唔會去到嗰度。第一杯水落去咧，你啲器官已經收咗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唔中意飲水，身體唔夠水分。當你一飲第一杯水嘅時候咧，你個器官係幫你即刻儲氣。我幫你要撳掣，係啦，幫你儲起嗰個水啊。咁就係愛嚟做咩咧？就愛嚟做救命用嘅。不喝水的人咧，好容易有痛無名的痛症噶。阿伯，我聽完之後要就係你唔中意飲水都要飲水喎，真係好好。因為個問題你冇冰啊，你冇細胞去修復。飲水同唔飲水爭好遠嘅，嗰個痛點解啲人話喂我連住 ice cream 我覺得冇乜用？個原因你都冇飲水，你冇俾足夠嘅冰佢啊。好，你飲咗水咧，你先至會能夠有細胞去修復。我哋而家係睇啟動緊個細胞，係你自己身體細胞去做修復。所以是貼了之後你即刻喝水它會知道在那裡但是 你平時不喝水的人呢你是會發現個痛沒那麼快走 的但是喝了水呢可能喝兩杯三杯你會發現快很多的你會鬆了很多、啊、那杯水很重要說真的是杯水那個反應在這裡好現在少了多少由剛才10度去到現在是少了多少5度即是少了一半了好那呢OK， 好，而家咧佢已經係最後一個位啦，因為我已經轉咗啦嘛。好，我幫佢重疊咗上嚟。好，麻煩你再飲多少水？你今日係咪冇飲冇乜點飲過水啊？今朝早飲咗早茶，加翻百八嗯，好，有冇飲咖啡啊、茶啊嗰啲今日？嗯。OK， 好，你飲埋呢杯水。其實咧，我哋呢個處理方法係真係好簡單。就係、是、嗰個人乖乖要飲水，咁就可以好多痛症都可以解決到噶啦。咁亦都咧，嗰、那個細胞先至夠嗰個冰去到嗰個位置度去做處理咯。好，而家你又再試下撳啦。好似又鬆咗啲。再少咗幾多啊？少咗兩成。剩翻兩成啦。兩三成。係啦，而家剩翻兩三成啦。即係咧，我兜完呢個圈之後，佢少咗八成痛楚啦。咁而家你呢個位咧，我就唔喐佢啦。咁咧，因為咧，我就可以將佢白色嗰個位搣埋嗰一半黐實佢。咁咧，你等陣你再晏少少咧，連呢兩成都會冇咗噶啦。嗱，其實咧你就體驗到啦，飲水唔飲水係有好大嘅分別。咁而你咧翻到去之後咧，你呢個位置都係一模一樣嘅做法，就係、是、用 ice ring 嚇。咁你可以買個 X39 啦，每一日貼啦。咁而你可以買一個銀嘅套裝，就係兩包 X39，一包 ice ring， 一包 ion 解決咗呢個問題先。咁最終處理你修復嗰個咧係 X39，而痛症嗰個咧係。暫時幫你不痛，你可以活動自如咯。但係最終修復是 X39。我女話全能。係啊係啊，真係嘅。要誒三個月時間嘅。你預咧，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啊，即係我不能夠講，同埋因為那個是你身體的細胞，但我就想俾你哋體驗就係點解你哋自己翻去貼唔得？個原因不是個貼片不得，是你不夠細胞俾佢做修復。你不夠細胞，不夠水，不夠水就沒有細胞。你現在集中每一個鐘頭飲一杯水呢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你這個痛一個月沒有了。一個鐘頭一杯水，即是你活動時間16個鐘，那16個鐘就3年了已經，好嗎？好。